Death View 这两款，那 Death View 这两款萤幕呢，它的示波器是可以调整位置的，就是九宫格的九个点、八个点、七个点。那 Death View 这两款萤幕示波器是可以调整位置的，就是九宫格上面的某七个点，像是。就是这七个点啊，那一样也是不能调整大小的，至少可以调整位置。